不饿，我等着我妈妈一块儿吃。好，咱们就等着啊。嗯。今年的年夜饭呢，你妈妈终于能和咱们一块儿吃了。嗯。苏大爹。哎。盖斯，霍亚三。别急，有话慢慢说啊。把重阳的妈给害死了。什么？妈妈，妈妈，牙子！这还有眼，你就睁开眼睛看看。霍汉三把我们穷人带下，过成什么你到底在哪儿啊？你什么时候才能领着红军叔叔们打到柳溪？恶霸地主胡汉三，他杀死了奶奶，逼死了牙子妈妈。我和妈妈、宋爷爷还有春牙子，天天都盼着你能早一点回来，回来杀死胡汉三，替我奶奶和牙子妈妈报仇。东子，咱们回去吧，天天在这儿等也没见红军来啊。不，再等等。我妈妈说了，等开了春，爸爸他们和红军就回来了。
我特别想我爸爸。东子，你呢？不是想，天天想。这丫子，你看，怎么了？山坡底下来了一群人。准是红军来了，我妈妈说了，红军都是穿着一样的衣服，都背着钢枪呢。太好了，爸爸回来了，红军回来了。红军来了，先杀了胡二三，再杀了金大头，还有刘驼子，给我奶奶和你妈妈报仇。对，找爸爸去。别急，咱们先回去给大人们报个信儿，告诉他们红军来了。不能让胡二三那条老狗跑了，那就快走。哎呀，说不定星夜和大光还就在这队伍里。爷啊，你看他不是来了吗？大爹，不是红军，错了，那是中央军白狗子。啊！快回去，走，走走走走，快走！爷，快点，快走！登上了，登上了，登上了。是万福回来了。爹，你这个上尉连长也有空回来看看你老爹。爹，我这一走就是五年呐。刚才一进村，我还真有点眼生呢。这次回来啊，一是给娘上上坟，二来呢，也顺便给爹带点枪支弹药。哦，快把枪抬上来。打开！好，怎么样，爹？这可是正宗的德国造，我还给你带了几箱子弹呢。你爹我有了他，还怕什么呀？晚饭，好酒好肉款待弟兄们。是，晚福。爹，过段时间再弄一瓶子弹过来。里边请。